炒芹菜、炒辣椒，这一道啊，要两只的酸菜放来，酸酸辣椒的波奇波布啊，这样知道了吧？不用介绍了啊，来。不要炒蒜、芹菜、炒辣椒。晚上回家，盐巴、米酒、油丝，变变，会比别人多加。这餐厅真正你得去看，这餐厅旁边有我的家属，就是我的哦。如何别家离家别过这两道？餐厅吃，上少三百五，三百五，两百。餐厅吃三包两百五，真正。老婆，你要吗？我帮你问的。老公，你出钱，你要吃200块哦，细胞。锅家的看电影，回去炒蒜、芹菜、炒辣椒啊，不会炒就盐巴、姜丝、米酒煮一煮，没事放冷冻。谢谢，不能生吃哦。还没讲到的。来，有啊，起来就有啊。最好那两个像咩？白色帽子的小姐啊，你只能吃啊龙虾干贝鲍鱼哈，再刷一条你锅面落去。来，最好那一个像咩？来200块，锅是的啦。来两包，一股来两包，两包，兄，来，你知道怎么煮吗？知道。姜丝、盐巴、米酒炒一炒，餐厅都炒蒜、芹菜、炒辣椒，没事办活动，谢谢。台北来的朋友知道怎么煮吗？啊，你没在煮对不对？那你不煮饭，你吃什么？吃手指头，怎么跟阿姨一样？你想在家吃什么？炒芹菜也可以炒蒜。你吃哦，只想拿出来我看。你看，不煮饭就是在老婆不在家，没关系啊。来，300块还有谁啊？不是啊，来200啊，来最后再两个还有谁啊？来，让我280，来中间姐姐过一下啊。来200块一句，来200块两句，来没有啊？来，阿雷我好辛苦的啊，实在啊，帅哥，开始让我谢谢。好，我们好好好准备。200块的还在吗？走掉了哈。来，180，170，160，150。你会煮吗？来，小姐，回去煮给你，煮给他吃啊。我也知道朋友啊。尼罗，来出家，你爱啥鱼不要定啊。我正在找钱，不好意思啊，抱歉，稍等一下。你到底要不要找钱啊？要你又最后干嘛啦？给你，给你快，给你快。好，不会啦，那个弟弟推进来一点好不好？讲理啦，一直往后看。推进来一点，推进来一点。对。两位讲这一夜干不？啊，不要米干，我就这了。来，想要吃青鱼的啦。这餐厅煎到好啊，吃一道要200块、350的价格。人家你煮好，我这也无甲你料理啊。你若想要吃，先下手就是你的啊。啊，我先甲你讲过哈，我讲的较大声，你们听拢听。啊，你若是暗时啊困袂去吼，袂使甲我讲，先甲你讲一声。这两地啊，恁爸甲恁母啊，外口较早去约会，你还袂出来时阵，食到两地看到300无300，三地免讲就你卖300，啊，春节。啊！你家己去算着啊，这一块就是你300，我就无啥唔爱算啊。弟弟啊，把我倒算一下啊，这三地花到300块。
无人要甲我插手，就你插。啊，三百块我上不了。你现在有讲？我当时甲你骗啦。我当时甲你骗啦啦。不是欺骗啊，不是欺骗你啊，吓死我！不是欺骗你啊，哦，吓死我！哦开玩笑的啦，厉害，对啊，厉害，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麦讲，这地啦，这地啦，四地，五地，六地，我看看卖多少钱，三百几片，这地，来，你后边看是啥物，这地两地。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，那我再加一片要卖多少钱？来，是两百。再加一片一样卖三百，你数学考几分？几分嘛？你数学考几分？你数学不好的，你数学考几分？来，弟妹，考九分。来，三百块像不像？两次你也无啊，真正。那最后还一个像不像？三八春加尔哈，来春加三百块，三片四地五地，五地六地七地，安尼一桶就是三百，三百，来谢谢啊。唔免排，三地三地，来四地，来这个啦，来恁两个先来，恁两个先来，先来。来四地，五地、六地、七地，来八地，来这边华姨妈妈，来妈妈你啊，再进来一点好不好？我手很短的，好不好？一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七地、九地。谢谢你啊。啊。来两百块，春家你啊，一百五给你。娘，你知道几片了啊？你数学考几分吗？八片三百，按卖你一百五就是五百。小朋友有三个数学考题。经过。来春家几片项链？不用那么多，不用那么多。来，春家一地有人要吃吗？你有咩会较上？再弄一点。吃得下吗？好。还有，只有三个。一两百零。啊，还有两百零。你我搞一下。来，想要吃什么？家最好是输啊你啊，大哥，来想要吃红木莲的人，来春家三四位啊，我看看两个啊，来想要吃这鸭心的阿爸莲的，啊你买回去哦，有人叫伊红吃海嘛，啊有人叫伊放花啊嘛，这种太好了，啊回去有吹红心两条路，好，这是。今卖到二百八块，安尼五月市场卖好，红烧炊猪汤就好食。好，三块，来三百，五月啊，六月、七月、来八月、来九月，三百，三百，也是的，等去到闽台啊。两碗饺菜只要六百块，还大哦！阿、啊、你。
爽，爽吧？最近这几个人拢无要食三餐台餐，这台餐只要几啊食四啊台沙发，台沙发，凳，台沙发，我啊是收起来啊，买多少？我买东西包啊。麦孔哥，我只能一个人卖，没办法，今天为你做，看一下啊，谢谢麦孔哥。你买广告啦，上礼拜拢来捧人嘛，对啦，两支多利，多利，你捧几下？哎，来春节你啊，哦，妹妹啊，妹妹，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好不好？叔叔长得很丑吗？叔叔长得很丑吗？他们都站那么远，你回答我，我请你吃鱼。哎，想要吃这石目鱼肚的，弟弟啊，华丽啊！来，想要吃这个石目鱼皮的啦，回去啊，煮姜丝汤就好吃了啊。老大声一点点都给他听。后边没有没回去我啊，两包三包四包啥都吃到。一包个香，包个香两包。阿内个是五十包，这个是四千块，三包、四包、五包、六包、沙发，我想不要。沙发，那一包要五人担，沙发能五人沙发。你给我如何？哎，大哥要收钱给我，你跟我点我就卖。怎么来？不关牛奶。好。你谁谁关关？来，有人要吃回鱼丸的无？你吃鱼啊，给我做啥？你要煮饭吧？是啊。没事的，我不是不用你买，是无聊聊天。你晚上要煮饭吗？你叫我拍吗？可以啊，我有病，慢慢拍没有关系。对，是要吃回鱼丸的啦，280。哦，那是要吃花枝丸的啦，这最好嘛，无啊，那想要吃花枝丸的来。280，一个人买2斤半。我输的啊，差一差，我输的啊，我输的啊，差一斤半。一条我的事，好，那你也来。姐姐，等一下，你不要推那么快，弟弟要看热闹。来，来，想要吃花枝丸了。200啦！搞到哭了。来，谢谢了。谢谢啊，小姐，希望好。